上了飞机以后，那个空姐就问他要喝什么啊？哎呦，还有啊，下文呢。点了一个柠檬茶，好，后来好端过来，他心里想着想着，想喝个奶茶，又把空姐找来说，可不可以给我一颗奶球？后来他。奶球送来了，他把它加在那个柠檬茶里面，然后就没有办法，就凝固，就没有办法那个嘛。后来他就很生气呀，就按铃又把空姐找来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小姐，你也拧派去了。